对啊 ，the game must be restart for this to appear。对啊，他必须要重开游戏才可以套用设定啊，这是不用的，给我站出来，给我站出来。杰哥要订阅哦，我订阅现在有15个人，然后希望可以到25个就可以画4个图示，现在只能2个，25个就可以4个。我也有，把后面这样推。刚刚雪兔去守地下道就能四段斩，四段斩守地下道是什么意思啊？开始喽！啊啊，好险！我刚还以为我一刀斩被烧下去了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对啊，噔噔噔！其实我觉得楼下房客这还蛮不错看的，然后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最那个如歌的那个，就是刚刚播的那个主题曲，很好听。因为我其实本身小时候就已经有，因为父亲会带我们去偶尔去看一下音乐厅的那种，就是带我们去听音乐啊。那这当然是在我们学完钢琴那些的基础之后才带我们去听。然后其实我还蛮 enjoy 的那种交响乐啊，或者是可能比赛的演奏那种都还蛮不错的。这边。果然没错。这边还有两个人。啊 shit！ 他要躲去哪里呀？啊，在这哦。我就跟你讲，我已经开始慢慢抓到，尽管不用巫妖，我可以大约可以猜得出来那个人到底会在哪边出来。后面有人，是人吗？他们绕跑了。他们人类已经绕跑了。哟，那边有乌鸦飞起来了。不来救吗？哎，真的不来救哦！哇塞，我终于找到比我还更无情无义了！啊、哦，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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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一直不这样做，我真的没法赚分数。那个刚刚那个救的那一位，可以再过来一下吗？对，这个先生，啊，糟糕了，先生死了！西奇啊，你刚刚跑这里头。宝贝儿，他掰掉了。这两台没修吗？有，右边这一台修了。会不会还在附近？我不敢确定，但我可以确定的是，后面有人走过去了。后面，
啊，shit！好难啊！啊，好了，地下室吗？有，刚好在地下室。骷髅头又有分数可以赚，真棒！那边有两台已经快要被修好了，然后一台修到半陶，所以总计有3台正在被修。那两台已经修好的状况下是靠近门这里的话，那接下来他们会修这两台。那会不会有人来救呢？会。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方位会过来。他直接把那一台修掉了。一个人在那里，有一个人跑过来了，在这边的右啊，没看到，回去了，他们跑过去了。还在楼下包扎，而且包好快哦！看不到，可这边还有跑步痕迹。这里，看到了，噔噔，快解决那个小贱人！可是我没办法，我没有带那个啊，我还没准备好。野狗，来了。这小妮子不得了哎。啊嘶！快抬头！啊，生病了，好可怕！别照我，我见光死。换另外一个小贱人上去咯，哎，friend 哎，他我记得是昨天那一场有遇到的人。我告诉你哦，你真的不用觉得想活了，好不好？会有人在这附近吗？会有人在这里。可是，过来了，在那边。我等你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人在哪里了。现在要确保就是你死掉，虽然手持流真的是有点无耻，可是实话讲，在我知道有人的状况下，那你就不要活了。Bonjour。地下室是不是在这里啊？哦，真不凑巧，刚好这里就是地下室，那就挂上去吧。会有人来救他吗？
先看后面这一区块，前面刚刚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。那一个受伤的人把自己给包扎好了，来了。我是觉得你千万不要下去救哦，我真的觉得你千万不要下去救哦，我诚心建议你真的不要下去救。然后你这八戒给我往这里跑三下。小贱人在自摸，贱人二号，这就是你的位置。他明明很爱你，别把我逼下去。C L A R E L U E 二五，谢谢你的订阅，感谢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1500这么诱人吗？1500是什么东西啊？他打什么、啊？他打什么鬼啊？我看不懂哎、欸，他在打什么？我看一下他在打什么好了。我还没看过那个、欸。